燃烧在胸膛，我用奋斗迎接风和雨，担当挑战雪和霜，心有壮志抱过梦，无悔青春赴海疆，我用忠诚奉献出城墙，砥砺奋进献花章。那些蓝色的未来拥有无限的精彩，我们荣登历史舞台，前进步伐自信豪迈，数风流人物还看过中国人民警察，中国人民警察的风采。我愿是红旗上的一角，且背叛的一桩，青春为祖国燃烧，尽我所有向胜利前方。我愿是红旗上的一角，且背叛的一桩，青春为祖国燃烧，建功时代再创，荣耀辉煌。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共同举办的闪亮的名字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国宁。我是金一丹。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精神风貌，今年8月，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在全社会开展了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他们用汗水乃至生命守护着我们的幸福和安宁，他们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主力军，是维护基层治安的桥头堡，更是服务基层群众的贴心人，他们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最美基层民警。70位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的事迹通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网站和新媒体平台集中展播，在线观看点击量已经超过了44亿。那么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遴选和层层展示，今天30位最美基层民警获奖人和5个最美基层民警特别致敬奖的获奖人将在这里正式揭晓。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与英雄一路同行，在正邪交锋的瞬间感受他们的忠诚与担当。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与榜样一路同行，在日复一日的奉献中感受他们的平凡和伟大。便衣警察严海龙已经在这里蹲守了36个小时，在这36个小时里，除了不眠不休，考验着他身体的还有剧烈的心绞痛。然而此刻，一切的疲劳和病痛都无法让严海龙屈服。不抓住那名逃跑的犯罪嫌疑人，严海龙绝不会离开。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他宁愿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这里刚刚打捞出一具尸体，法医相警告别刚刚入睡的女儿，连夜奔赴现场。尸体高度腐烂，无法辨认，但却牢牢地锁住了相警的目光。他清楚地知道，只要破解这些隐藏在死者身上的密码，真相就能复盘。这里是海拔4800米的哈秀山，雪花漫天飞舞，国道上的车辆寸步难行，很快排起了长队。交警桑丁和同志们正在疏散被困车辆，他们的领口和帽子里灌满了雪水，裤腿和鞋子全部湿透，
雪越下越大，被困车辆越多，危险就越大，桑丁心里充满焦虑。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心事重重的病人，他是洛桑。几天前，他和同事们从西藏辗转而来，为了侦办一起当地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诈骗案件。他们用尽了各种侦查措施，正筹备收网的时候，洛桑却因为身患输尿管结石堵塞而紧急住院。手术后，洛桑问医生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这一方窗口就是边检警察黄平的战场，每一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智斗勇就在这里展开。对于老黄来说，手里的验起章就是他守护国门的枪杆子，每一次的印章起落都关乎重大，短短几秒钟查验证件真伪，勾勒行程轨迹，推断出入境的目的，老黄一气呵成。多年来练就的那双慧眼，一直紧紧盯着过往的人流。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岗位，基层民警们都在坚守着自己的使命，捍卫公平正义，护佑人民安康，已经融进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基因。他们用最美好的年华，最滚烫的赤诚和最无畏的血肉之躯，为我们筑起一道道抵御危险和邪恶的坚固屏障。便衣警察严海龙历经了三个昼夜的蹲守，终于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完成任务后，他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抢救，之后他又做了两次心脏支架手术，至今依然奋战在侦查一线。法医乡警在那个夜晚进行了连续五个小时的勘查化验，准确判断出了死亡原因，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从警13年来，他到达现场1000余次，出具的法医检验鉴定文书3000余份。交通警察桑丁和同志们在那场大雪中足足站立了11个小时，帮助一台台被困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冰天雪地中，他们在司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暖意。刑侦警察洛桑在手术后的13天重返岗位，和兄弟们一举出击，端掉了诈骗窝点。从警以来，洛桑带头侦破重特大恶性案件300余起，侦办重特大文物盗窃案、侵财类案件100余起。边检警察黄平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了37年，如今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没有丝毫的倦怠，依然每天争分夺秒学习最新的业务知识，平均每年验访出入境人员15万人次。忠诚履职，担心为民，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黄平、洛桑、桑丁、严海龙、乡警。大家好，我是一名法医，来自新疆。我的工作除了出现场做鉴定，还包括案件侦办、扫黑除恶。只要有需要，随时冲上。今年我们承担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2年内完成扫黑除恶、治标、治根、治本的工作任务。我的孩子上3年级了，很多时候，他写作业的地方是我的办公室，辅导他功课的是我的同事，但是看到案件侦破，距离工作目标任务更进一步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值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一名便衣警察，面对的犯罪分子形形色色，
我也会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我们的团队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打击犯罪我们绝不手软，只要人民需要，我们随时都在。平时我很少穿警服，但是我心中的警徽永远闪耀。谢谢大家。一次出警让我失去左臂，每天承受患肢痛的折磨。这警察面对的这种东西是很正常的，你不能因为有这么一种东西啊，摔了个跟头啊，受了伤，一直小腿下来，从战场退下来了，那不行。父亲的教导给我新生的力量，我振奋精神，回到岗位加倍努力。很多时候同样的事对我们暴丧者来说比别人要困难一些，但是他有很多绝技让我们既佩服又心疼。我们都叫他为民所长，为人朴实，为民爱民。我爱我家，即使只有一只臂膀，我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爱我的事业，即使只有一只臂膀，我也能撑起辖区一方平安天地。他是最美基层民警鲍志斌。今天呢我们把小鲍请到了现场，而且还请来了一位资深警察，就是小鲍的父亲老鲍，鲍生华。哎，小鲍啊，你从小就在警察之家长大啊，爸爸是警察，爷爷也是警察。哎，你真的当警察以后啊，你爸爸有没有教导你呢？父亲经常教育我，我觉得在工作上是两句话吧，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做事情一定要考虑后果。这一路上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儿，这样那样的困难。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家的老警察对你有什么样的表达呢？最困难的时候，我想是我在 ICU 做完截肢手术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父亲的背影，我很慌张，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当父亲看见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唤醒我，我害怕极了，但是父亲向我微微一笑，我的心里面犹如一块石头落地，什么都过去了，没有困难。想做父亲的，在儿子受伤的那一刻，那心里该有多纠结。你为什么见到孩子的第一面跟他眼神交汇的时候是冲他笑呢？因为孩子呢，他本意是应该是很好的去工作，但是呢出了意外受了伤，并且呢还截肢了，
整个左大臂截肢，这样对他的呢这个生理上精神上打击都很大。我当初考虑的呢，做父亲的到那个现场以后不能给他再大的压力了，应该呢作为父亲要理解，你是因公致残，不是为了别的，你是好样的，一定要挺过去。所以呢，我只能用微笑来对待这个问题。不管父亲私下里内心有多痛苦、多纠结、多沉重，但是他看到儿子的时候，他通过他的微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向警察之家致敬。进来。头顶是国徽，肩上是盾牌，一身藏蓝在你心中万丈荣光。多少次直面生死，多少次信念无悔，那些滚烫的岁月会在你忠诚的血脉里澎湃飞扬，那些照耀着你的辉煌将永远在天地绽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梦想，但是当你真正身处其中时，梦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尽管其实我知道没什么用，但是心理作用很重要。毛卓云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进入监区就存在被传染的风险，因为这里的在押人员全部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13年前杨少院警校毕业，被分配到拉闸站派出所，据当地铁路工人说，只有下错车的人才会来到这里。常年两地分居，视频通话是杨少院和家人常用的联系方式。我们家小孩经常和我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就是每一次听到这句话，感觉那个眼泪就忍不住。社区民警张登林冥思苦想，煞费苦心，他所管辖的沈阳市中华社区失智老人、智障老人走失事件时有发生，如何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呢？18年前刚刚参加工作的陈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从这里开始。从上班的第一天，当时说这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特殊战场，每天200多名在押人员，局面如何掌控？李旭光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19年前的一起恶性抢劫案追逃行动始终没有停止，其中3名嫌犯相继落网，为了找到最后一名嫌疑人，他辗转全国各地，行程数千公里。2012年，毛卓云拆掉了隔离区的玻璃墙，也拆掉了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心墙，感染的几率增加了，但心与心的距离却缩短了。杨少院带领同事手工修筑简易防护网，近30公里，防止行人和牲畜闯入铁轨。张登林联合厂家研制的爱心服务卡内置 GPS 定位芯片，免费发放给社区老人，用科技手段解决了老人走失的难题。吉林市看守所女子监区19年监舍无事故，队伍无违纪。2018年，女监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岁月绵长，他们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平凡的岗位，在平凡中坚守，他们无怨无悔，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张登林、陈丽丽、毛卓云、李旭光、杨少院。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有困难找社区民警，在百姓的眼中，我们就是代表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护好百姓的利益，
是我们社区民警义不容辞的责任。谢谢。大家好，我的战场在高墙电网内，从最初的彷徨害怕到现在的从容面对，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整整18年。因为我知道拯救一个人远远比惩罚一个人更重要，监管工作是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责无旁贷。谢谢。敬礼。魔鬼城紧邻死亡之海罗布泊，黄沙漫漫，寸草不生。李生寿已经在此坚守了22年。1998年初，李生寿脱下军装，穿上了警服，没有办公场所，李生寿和战友们一起在坚硬的雅丹掩体上一点点开凿，持续3年。雅丹窑洞派出所成为全国公安系统中独一无二的风景。大漠戈壁，危机重重，每年都会有游客被困其中，每次接到求助，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奔赴救援一线。再开枪，杀前看。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生的希望，每一次救援都是因为使命的托付。22年里，李生寿共完成168次罗布泊探险遇难救助任务，从死亡线上救回了21条鲜活的生命。他被人们称为沙海灯塔。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他就是最美基层民警李生寿。欢迎我们的最美基层民警从大漠走来。说到大漠的时候，人的感觉不一样啊，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哎呀，那是风景；有的人觉得呢，那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可是呢，这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那些具体的困难。我觉得在这儿要说好几个小时也是说不完的。是的。其实，在那种环境里工作，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其实有一种特有的孤独和寂寞。对对对。他常年都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其实有一些日子是应该家人团聚的啊。对对对。那李所长在那儿工作，就错过了很多。都有哪样的错过呢？2010年的时候，我的姑娘生孩子，这个因为产后大出血，生命垂危，从敦煌转到酒泉，又从酒泉转到兰州抢救。我当时正在罗布泊寻找一批走失的游客，确实脱不开身，耽误了这个姑娘最需要照顾的时刻。这个等到6-7天啊，我找到走失的游客，赶到兰州后，姑娘已经转危为安了。她在病床上一见到我就泪如雨下地说：“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爹呀？从上小学到大学，从参加工作，现在我的孩子都6岁了，你还坚守在那个地方，难道那个雅丹就离不开你吗？”我这个时候我真的给孩子，我说：“孩子，其实不是雅丹离不开我，而是我也更离不开雅丹，因为我的情在那里，我的战友在那里，我的工作在哪里。我尽管在那坚守了20几年，但是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这工作总得有人干。所以我已经干了这么多的年我再干，今年我已经57岁了，再干2年多就要退休了。我既然干上这工作，我一定就干到退休的那一天。”我们大家用掌声祝福他。曾祥富，55岁，1983年参加公安工作，现在仍在路面指挥交通。梁国伟，
43岁，1996年参加公安工作，至今仍奋斗在基层岗位上。朱红奎、陆旭东，十几年前，他们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警服。唐飞、胡鹏，两名20-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社区民警。他们没有破过大案要案，也没有遇到过需要以命相搏的歹徒。他们的工作平凡而琐碎。为了找到通俗易懂的交通指挥方式，曾祥富不断改进吹口哨音的方法。3年来，被他吹坏的口哨高达86只。梁国伟在一次执勤中解救了7名被拐卖的女婴，多年以来对他们视如己出，细心照料。为了改变学校门口的交通拥堵状况，陆旭东无论风吹日晒，每天都在不足10米的距离上奔跑往复，既让接送车辆的停靠时间大大缩短，也让孩子们的安全有了保障。唐飞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从警7年来，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大小困难870余件，调解纠纷300余起，协助破获各类案件230余起。谁又能想到，满头白发的他仅仅36岁。为了改善管辖区域的治安状况，胡鹏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用双手绘制了这片城中村的地图。2018年，辖区案件数量连续4年下降，从警6年，5个春节在单位度过。3600多家企业参展，97.6万人次大客流疏导，只有11名警力的朱红奎发誓，要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积极组织社会安保力量参与管理，设立20多个特色岗位，建立10余支安保队伍，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顺利完成。他们的工作不求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求群众的每一件事都能妥善解决。他们说，人民警察，人民在前，警察在后。他成为常德群众眼中的口哨哥，他成为7个孤儿眼中的警察爸爸，他成为各类展会安保工作的领头雁，他成为孩子们口中的黑皮警察，他成为维吾尔族人民眼中的武康，他成为走街串巷的黑猫警长。一条平凡的路能走多远？他们说，自己的工作从不平凡。成为群众的依靠是他们最重视的地位，得到群众的夸赞是他们眼中最高的荣誉，群众每天的安宁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陆旭东、吴鹏、朱红奎、梁国伟、曾祥富、唐飞。拆一块风骨，点亮夜的安详，洒一腔热血，融化雨雪冰霜。守着心，守着光，守着赤诚无悔的信仰。当幸福的人们回首过往，当你用胸膛把寒冬熨烫，高天厚土，情系苍生，你疲惫的脸上挂满了岁月雕刻的奖赏。接下来我们将进行颁奖环节，掌声有请张登林、毛卓云、李旭光、杨少苑、李生寿、黄平、洛桑、桑丁、严海龙、香景、鲍志斌、梁国伟、曾祥富、唐飞、陆旭东。掌声有请颁奖嘉宾
中宣部副部长梁延顺为获奖者颁奖。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的获奖者。每个人都会遇到举步维艰的时刻，是选择逃避，还是选择肩负起更多的重担？谁的青春不迷茫？当许给这一抹深蓝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叫康飞，是空中飞人，一年行程几万公里，考察、汇报、办专案，27万条交易明细，千万条流水记录，电信诈骗，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像猎手，像狮子，在数字里寻找蛛丝马迹。一起陈年命案，久侦不破，无数个日夜分析研判，到底哪条线索能给案件侦破带来突破性的进展？熊国海心急如焚。投毒命案，被害人已经土葬9个月，嫌疑人拒不供述。若开棺无果，后果不堪设想，法医胡丹一筹莫展。在群众每一个无助的瞬间，都少不了求群的身影。年近60的他，
每天在0.5平方公里的辖区内累计行走20000多步。刘志，他从湖南来到海南，一待就是10年，在群众同事面前一言九鼎的他，却在家人面前屡屡失信。1000公里归乡路，没有他，是走，是留，是进，是退，下一秒，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信息研判预警，自动案件串并，熊国海用10年时间研发南昌刑侦网上作战平台，采集各类信息资源51条。今天，坐在办公室里破案成为可能，熊国海的梦之队屡建奇功。刘志，结婚8年，自己没有当爸爸，但是他已经成为这里孩子们眼中的牛爸爸，更是群众眼中的牛所长。尸检过程中，忽然降临的暴雨随时会毁掉证据。胡丹用身体护住尸体，挡住雨水。他要让死者开口说话。最终，胡丹在提取物中检验出鼠药成分，证实死者中毒而死。裘群扎根基层18年，几十本笔记里记录了他工作的全部。他熟悉辖区3185户的家庭住址。同事们叫他活地图，居民们叫他守护神。他让宝鸡市诞生了唯一一个以民警命名的警务室。康飞，全国首创钓鱼网站反制系统，一旦接到诈骗警情，中心迅速反应，只付一个账户的时间不到1分钟，在无数个1分钟里挽回经济损失4.6亿元。他们说，穿上警服就要有担当。当邪恶和黑暗来临，这信念就像盏盏明灯。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刘志、熊国海、胡丹、康飞、裘群。人类可以预测犯罪，到现在已经不是科幻电影。如今，人脸识别、人工智能、5G、大数据，让我们有了预测犯罪的能力。我牵头研发的网上作战平台，可以提前锁定可能作案的重点嫌疑对象，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我们 IT 刑警的神圣使命。谢谢。从事法医10年，我检验了300多具尸体，每一起命案我们都必须第一批赶到现场，从尸表检验到解剖，从勘验现场到寻觅物证，无论现场如何血腥腐臭甚至恐怖，我唯有一个信念，找到证据，为逝者代言，替生者维权，使沉冤得雪。我是一名法医，让凶手伏法是我的职责。谢谢大家，敬礼。他是禁毒战线的刀锋战士，他是禁毒战争的无畏勇士。从大凉山到金三角，从羊肠小道到深山密林，周麦军的名字让毒贩闻风丧胆。130余起大案要案，他每天都在以命相搏。
680多个毒贩被绳之以法，他几乎走遍了梁山每一个角落。600多公斤毒品被查获。判六判七判八判九判。这个战场充满硝烟，生死难测。他把泪水藏起，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归来。他把责任扛起，他坚信光明就在前方。光小组主义开始行动。他是最美基层民警周迈军。大家好，我是梁山日报社记者吉赫尔西。我跟踪采访过很多缉毒战线上的民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迈军警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多人都不认识他。虽然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遗憾的是仍然不能露面，只能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许许多多缉毒警察中非常普通的一员，在这里我代表他们向大家敬个礼。敬礼。李斌，我永远无法忘记周警官说过的这么一句话：那些毒贩都是一群不要命的人，要收拾他们，就只有比他们更不要命。抓捕现场，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思考怕与不怕的。那个时候，脑子里完全都是怎么才能够完成任务。每当任务完成以后，才越想越觉得后怕。十八大以来，梁山公安先后有5名民警牺牲在了缉毒的一线，30多人因公负伤。我想说，缉毒警察谁没流过血，谁没受过伤？但是，比起那些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这点伤痛不算什么。大凉山的老百姓永远会记得，今天大凉山的百姓委托了一位彝族少年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将用彝族特有的方式向缉毒英雄致敬。这条英雄带是我们彝族献给英雄的最高荣誉，今天我要把它献给你，也献给全国的警察叔叔。打赢梁山禁毒人民战争，扫清脱贫道路上的这块绊脚石，全面奔向小康，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梁山脱贫攻坚的殷切嘱托，是基层民警流血流汗无怨无悔的终身追求。谢谢大家。黎明总会到来，无论黑夜怎样漫长，凭一副铁骨铮铮，换一片乾坤朗朗，持正义之剑与邪魔交锋，你的气魄从来都是雷霆万钧。为生者权，为死者言，就算赤手空拳，也要拼个清明正气，公道人间。挺起胸膛，你的身后是人民的幸福期盼。爸爸，长大了以后要做什么？当警察。当什么？当警察。当什么？
少次在孤独的屋里等你，等你平安到家的消息，只是想起你危险的不安经历，我的心又忍不住揪起。多少次在漫长的夜里寻觅，寻找侦查破案的踪迹，其实知道你在家的担忧惦记，奈何警报又不断响起。亲爱的你一定要牢记，累的时候要学会休息，家中有我你放心去追的，全心全意我支持着你。亲爱的你一定要牢记，你的付出都在我心底，待到鬼魅全部都被清理，我们再过团圆假期。亲爱的你一定要牢记，你的付出都在我心里，待到鬼魅全部都被清理，我们再过团圆假期，待到鬼魅全部都被清理，我们再过团圆假期。8月9号，广西南宁地铁1号线新民路站，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一名女子。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调动警力赶赴现场处置。这是全国首例。民警到达后立即控制现场，对嫌疑男子进行劝说教育。带领狙击组选好狙击点，全神贯注，利用瞄准镜观察嫌疑人的一举一动。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谈判组对嫌疑人进行攻心谈判。我在冰凉的地面上匍匐了2个多小时，身体多个部位出现了痉挛和发麻的症状。但是我想，不管多大的困难，我也不能让嫌疑人伤害人质。谈判是给嫌疑人一次重生的机会，如果谈判破裂，嫌疑人伤害人质，我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对于排爆警察来说，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与死神的会面。这一天出现在夏雨眼前的是一辆装有弃尸的汽车，嫌疑人叫嚣他已经把爆炸物放置在这辆汽车里。汽车空间狭小，构造复杂，爆炸物到底藏在哪里？是什么性质的爆炸物？何时将被引爆？死神仿佛就在夏雨的面前铺开了一张考卷。在这场考试里，没有成败，只有生死。夏雨直接趴在尸体身上，对车内所有可疑部位进行排爆检查，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是我的战场，红、黄、绿，我面对着3根线，先剪哪根线，后剪哪根线，需要用清晰的头脑去分析、去判断，因为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着生死。3个动作，每一步我都错不起。错一步，前功尽弃；错一步，火光冲天；错一步，
粉身碎骨。和我同期排爆的34名战友，4名牺牲在排爆现场，5名重伤致残，我当然也怕死，但我毫无选择，无怨无悔，冒死前行是我一名人民警察应尽的最高职责。我并不想开这一枪，但是要维护正义，我必须要开这一枪。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夏雨、曾浩。敬礼，林斌。夜幕降临，正与邪的争锋，隐秘但从未窒息。与刑警而言，凶险仿佛路灯下的影子，无可回避，紧紧跟随。在倾盆大雨中，傅少刚已经守了一夜，楼上绑匪的叫嚣声、人质的哭喊声时断时续。傅少刚看看时间，距离天亮仅剩1个小时，离绑匪提出的最后期限也越来越近，真的没有时间了，行动必须马上开始。坐在孙继对面的是一个硬角色，前面来问讯的几位警官都无功而返。孙继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张狂妄的脸，嫌疑人的身份是市政协委员，牵扯着一起涉黑大案，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但此人却决定着案件侦办能否顺利推进。偏僻的村庄，一辆胡乱停放的豪车引起了张晓光的警觉，他正在执行摸排任务，目标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中的一对倒车逃犯尹氏兄弟。仔细观察，车锁仿佛有被拧过的痕迹，张晓光马上登记查询，果然这是一辆套牌车。不远处一栋2层楼上亮着灯，房间里传来打牌的声音。连续10天，张超和战友们都在这里蹲守，他们要等的嫌疑人与近一个月里发生的60多起汽车车胎被扎案件有关。漆黑的街道上，他们看见一个人影出现，围着路边车辆徘徊，身体不停地起来蹲下，目标可疑。张超第一个冲了上去，而那个黑影抽出了一把尖刀，刺向张超。无数次一个个险境包围着他们，与常人是惊心动魄，与他们却是司空见惯，去冲锋，去战胜，除此他们别无选择。那枚尖刀生生刺进了张超的左胸口，顾不上剧痛，他死死压住嫌疑人，直到战友们赶来。后来医生抢救时发现，张超深达5厘米的伤口距离心脏仅差1厘米。张晓光顺藤摸瓜，当场抓住尹氏兄弟中的弟弟，20天之后，哥哥落网。孙继选择绕开主题，以晚辈的身份和嫌疑人聊家常，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中，却藏匿着蛛丝马迹。整整5天，
证据全部拿下。傅少刚抢先登上云梯，从窗口翻进屋内，将人质挡在自己身后，一个锁喉制服了嫌疑人。每一名刑警都无数次出生入死，他们的每一块伤疤都是一枚闪光的勋章。他们是最美基层民警张超、孙继、张晓光、傅少刚。刚才呢，我们大家通过短片已经认识了勇斗歹徒的傅少刚警官。傅警官，您知道您的同事是怎么形容您的吗？他们告诉我一个词儿，叫做侠骨柔肠。我相信侠骨咱们都能理解，因为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嫌疑人的枪，但是柔肠是什么？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好的，从警以来，我每年办过上百起的所谓的小案子，比如有入室盗窃案，有盗抢农用车案。对我感触最深的恰恰就是一起小案子，我帮一位老大爷找回了被盗的电动三轮车。当我把三轮车还给老大爷时，他抓着我的手，眼含热泪和我说，是我救了他们全家人的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对这句话我也不太理解，直到后来我去看望老人家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家老伴儿身患糖尿病，儿子得了白血病，常年住在医院。骑三轮车卖菜是他们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这辆电动车对老人家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是啊，天大的事儿。但是平时我们在看电影看电视剧里面啊，那些咱们人民公安的形象都是轰轰烈烈，都要去办大案子的，为什么这样的小案子给你的感触最深？为什么那么上心呢？对我们来说，案子没有大小，只要是群众的事儿，都是大事儿，我们都要全力以赴。问世间多少侠肝义胆，看天下多少风云变幻，刀光剑影强敌不灭终不还，昼夜奔忙民之所托大于天，守护尘世幸福，肩扛家国安宁，豪情雄风震苍穹。有道是，从来使命重于山，男儿当纵横四海敬英雄。有请第二组最美基层民警获奖者登场，掌声有请胡鹏、朱红奎、陈丽丽、刘志、熊国海、胡丹、康飞、裘群、夏雨、曾浩、张超、孙继、张晓光、傅少刚。有请颁奖嘉宾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刘钊为获奖者颁奖。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所有的获奖者。
的路，平凡又艰辛的路，请回光芒照亮天路。你与我坚守的路，风和雨铸就的路，铁血惊魂凝结的路。年少放狂，真挚如鸿鹄，直面人间鬼魅，坚信真意图。一心坦荡，历尽沧桑感悟，千帆过尽，不回来时路。我们历经着你未见过的风浪，执着的为了国家的长久安康，纵然会被烙印上无数的创伤，忠诚的誓言会永远在耳畔回响。我们不畏惧那些狂暴的风浪，只为守护着心中热爱的一方，一心怀揣着为国为民的理想，感受着身穿那一抹藏蓝色的荣光。这是执法记录仪和路面监控记录下来的真实现场。如果没有五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救援，如果没有两分钟内及时卡口拦截危化品车，如果
没有在猛烈燃烧的十一分钟内奋不顾身的救援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急救援，我和我的战友们经受住了考验，有请我的战友们上场。救援总指挥王新威，两分钟内成功拦截危化品车的赵敏强，成功疏散大客车上44名乘客的屈一龙，6次进出隧道救出11名被困群众的王涛，最后两位是第一批进入隧道因为救援错过逃生机会的庞学栋、吴峰伟。我想成功的取得是来自于隧道科学处置经验的不断提炼，来自于快速反应机制的反复锤炼，更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团队12年不忘初心的坚守。我们时刻准备着，敬礼。2018年12月30日，福建南平，这一天真是冷啊。中午的时候雨夹着雪越下越大，眼见着气温降到0度以下，路面开始出现冰碴。高速交警刘才天一直在忙碌，他所在的2中队得护送道路养护车每2个小时抛洒一次融雪剂。从上村隧道到上村大桥是整个辖区最危险的路段，这里有半年雨雾不断，霜冻漫漫。凌晨1点，雾越来越大，刘才天和队友又一次上路了，他们身后融雪剂在不停地洒向路面，隆隆声中冰雪在静静地融化。这是2018年最后一天，这也是2018年最冷的一天。谁能想到啊，这将是刘才天最短的一天。出什么事？我要把你放手机上面，路太滑了。浓雾深重，长路无声，33吨的货车压在身上好重啊，一滴滴的热血呀洒在雪上变成了冰，再过6个小时你就可以下班了，再过9天你就要过29岁生日了，还有你知道吗，再过9个月
你又要当爸爸了。时间好无情啊，怎么忍心就这样扔下你？怎么忍心让你永远睡在这么冷的天里？天哥，这是你的称呼，三班倒，这是你的工作，24小时备勤，这是你的常态。你的家在350公里以外，家里还挂着你的婚纱照，上面有你写的一段话。你说：“老婆，我从事这份职业，陪伴你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不善言辞，不会说甜言蜜语哄你开心。简单说吧，我要给你一个温馨的小家，照顾你，保护你一辈子。几个小时前，你刚和爱人女儿报过平安，视频里他们母女依偎在一起，笑得那么甜。刘才天，不是说好的吗？一起一个家，不是说好的吗？一起一辈子。羡慕英雄，可是谁都不想做英雄的家人。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来。从小到大，你目送着我的背影离开了那么多次，这一次是我来送你了。其实你走了之后，我看了很多你写的资料，你获得的荣誉，你的奖状。其实我多想告诉你，我有多为你骄傲。如果有机会，我不想只做你的女儿，我还想做你的同事，我还想做你的朋友，我还想做你的学生。也许有一天，生活的年轮会淹没了你的容颜，所有的眼泪、汗水，所有的热血、牺牲，所有关于你的记忆，都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消散。但我知道，人们心中会有一块丰碑，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忠诚。那曾经让你燃烧过的使命担当，将与日月同光。那曾经引领过你的理想，将在我们的血脉中永恒回响。锦辉闪耀，你是我们永远不倒的旗帜，你是我们永远自豪的荣光。平常时间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危急时刻豁得出来。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人民警察。在今天的发布仪式的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致敬环节，那就是最美基层民警的特别致敬奖。让我们用最温暖的掌声有请他们。请允许我一一为大家介绍，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公安局基层基础大队原副大队长张树的妻子，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南平高速公路支队四大队民警刘才天的父亲，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信息科科长屈孝志的妻子，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原教导员李文芝的丈夫，以及猫里岭隧道处置组的代表。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中宣部副部长梁延顺，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刘钊为获奖者颁奖。自卑因你心，他也曾哭过、痛过、流过泪过、怕过、失落过，但选择这份责任，他就不能选择脆弱。许下誓言就绝不忘记，穿上警服就绝不放弃。在基层的每一天，兢兢业业，留下的都是难忘记。每次加班到凌晨，连续好几天没合眼；每次走访就排查，忙到蹲路边吃泡面。那些是打磨我高强的本领，让每个角落有灯影身影。浴火淬炼，不畏惧风雨。有我最美基层民警，最美基层民警，如今誓言永在心，对党忠于